诶，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呢个芒向早晨嘅时间，录嘅时间系2020年3月1日，咁就过咗两个月啦。首先呢度有我哋纽西兰嘅义德台长，大家好啊，各位早晨啊，同埋澳洲嘅真 BC， 你好，我好，大家好，就是真的好啊。哎，同埋我家亲生嘅大家好，大家中意我哋嘅节目一定要点赞同埋分享，未揿订阅嘅揿下订阅，同埋隔篱嘅钟仔有新片会通知大家。另外，大家一定要去我哋嘅二台正向报三台嘥冷气嗰度点赞、分享同埋订阅，以壮大我哋中立、和平同埋理性嘅声音。啊，芒向正向嘥冷气，啊，铁三角啊，稳如泰山。啊，做完啊，听完就唔会怒气。咁啊，唔怒气啫咩？就系笑啦。咁点解咁讲咧？嗱，今日咧就发生琴晚啊，即系嗱，其实先嗰轮就咁嘅。大家都見到政府就喺財政預算案之後出招啦嚇，咁、啊、政府終於做翻一啲正面嘢，即係佢早嗰輪就有啲呆呆地嘅，而家終於做翻啲嘢啦嚇，即係譬如話1萬元啦嚇，將啲壞人捉住啦，係咪啊？重整翻法治啦，咁樣等等。大家見到是十分之軟硬兼施的嚇，咁即係有翻一個執政者應該用的重建翻人哋對佢嘅管治信心啦，係啊，最重要係信心。同埋有樣嘢就係阿波叔而家人氣急升啊，同埋呢個叫做寫嗰個民意調查話佢而家嚇即係好十分好喎、啊，其實即、就、係、是。即係咁講啦，我哋好早都講話，其實派錢有啲人覺得係簡單嘅，即係缺乏長遠嘅 vision。其實你講得啱，但係有時候危急時候就非常時期係非常措施嘅啦。你話係咪嚇？即係有啲人講話要合，即係有啲網友話喂，唔係應該合理你要用呢個公共資源啊處理好嗰啲其他嘢。啱呢句話永遠都啱嘅。但是一個叫做有能的政府是知道什麼時候短、中、長我們都要做這樣才叫有能是吧，即是沒理由你哇現在水災那我們、啊、即是如果你水災好像我們這裡這樣水災、啊、那州政府當然首先就是最快的就是開放全部緊急中心讓你進去住即是給你物資你難道說我們的全、啊、不用怕我們有一個十年計劃當然不是、十年計劃我現在這樣即是天天在這裡 說這個就梳理河道之後呢就、出海口呢 就去了一些淤泥和清了一些沙、嗯、如果你說這些我想你很快樂跨台咯，係嘛？即係等於當年舉個例啊，金融嗰度啊，我哋講依個亞洲金融風暴，你政府入市去救，你幾多人話佢啊？你乜嚇嚇？你影響自由市場，影響自由市場經濟點？但係政府依一步係救咗香港嘅市場喎、啊，依、這個係功勞，依、這個係真正嘅喎、啊，唔係你哋班人亂咁講嘅噃。讲呢啲嘢嘅人系为咗反对而反对，同埋站在咁远睇咧，永远都好容易嘅。系啦，要做反对好容易噶，你敌人赞成我反对啊嘛，系好容易噶。但系要俾全世界嘅人睇，并唔系要说服呢班反对派，而系要话俾全世界嘅人听，我咁样做系可以系啱嘅。你做任何嘢都会有人反对。最重要就是受益最大的群普通市民、啊、普通市民是怎样看这件事受益最大令到自己因为受众是市民而不是那帮小众反对派嘛 你去应付那帮反对派的话那帮市民说、哎、我就你反对派是想你 grab 跨台你讨好那帮反对派你是不能你做啱嘢的话反对派一定是对你的，因为我不是说成日都是这样，因为现在香港的情况是走极端，是那个对立很重要，你做了这件事，那些反对派对你是对得很极端，那下东西才抵死。如果他不是走极端的， 你做得对的，那些反对派就说、啊、你这样合理，虽然我不赞成但合理，我撑你，
会咁样讲噶嘛。但系因为而家成个社会氛围系极端，你咁样做啲人实闹你，但系你唔使理佢，系咪？即系等于我哋见到啊，你而家话派有几个嗰啲蒙面女仔拿住块纸牌喺度啊，我宁愿唔要，都唔可以俾你过俾警察。你睇下市民大众睇嗰班咁嘅蒙面人系点啊？即系当佢傻仔咯。冇错啊，即系呢个时候又嗱，好似琴日咁啊，一班蒙面人又出嚟。搞搞震，其实即系我睇啦，根本冇乜人理佢，唔系即系唔单止我哋啲正常人啦，反而连我发现啊，连喺啲网友，佢哋都好似都唔系太 care 喎。而家咁啊，成个势已经 down 晒，吓呢个仲要出嚟搞屎棍，其实就冇乜意义嘅。唔系，其实有样嘢我好失望嘅，即系以前有一个。叫做我識嘅社記嘅一個資深黨員，其實以前我都有同佢傾過偈。而家佢哋明明行嗰套係嗱，即係叫做社會民主主義，即係希望人係公平啲，希望派啲福利。佢居然喺佢嘅Facebook 上面寫話唔要個萬蚊，千祈唔好要，要咗咁就冇得懲罰嗰啲。即係佢就信咗謠言啦，即係可能佢係造謠啲，唔好話佢信謠言，佢就話。啊，家產你記得啦，你俾咗條新聞我話有話呢個啊陳建波出嚟辟謠嘛，話冇捆綁公務員加薪，即係包括警察嘅加薪係冇捆綁嘛，係嘛、啊？之後佢就話，之後佢咪喺 Facebook 講話，唔好要個萬蚊啊，大家唔好咩啊，為咗嗰少少一萬蚊嚇，令到啲乜警有得加薪啊，要佢哋死咁樣咁嘅，所以我心係諗我好失望，因為佢本嚟。是一个真心的社会主义者来的，即是相信这个世界是要公平，是相信要派钱，但为了他政治他已经是癫了，其实我很失望对于这位阿哥，以前我对他有几分尊重，因为他为了他理念碰过很多壁，吃过很多苦头，但是又是为了他所谓的叫做又是所谓的理想，居然讲这些东西，有多少基层是需要那些钱啊，大佬。我是这么看，他们最大的理想是拿得权力，而为不为基层，因为当时的社会、他之前所谓的事说要为基层是一个手段而不是目的，他的目的不是去救人，他的目的是要夺权，他发觉没有人去拿这一片政治的光块，所以他就说要拿这一块光攞依塊冇人啊，係啦，扮曬嘢。但係而家佢覺得最重要嘅係首要嘅係要奪權，消滅政府，消滅中國政府，削弱佢威信啦，就唔係話消滅政府嘅，個消滅佢係要消滅佢，攞把口嚟消滅咯。其實我覺得我睇啊嚇，有啲人其實佢哋知道佢哋自己做乜嘢，佢哋最終嘅目的係。我哋系要逼中央政府同我哋讲数，唔会噶喎，一国两制底下唔会同啲。系我而家要逼佢同我讲数，我哋只要不步步进逼佢就要同我讲数。喺呢次立法会选举，佢要同我哋大胜嘅话，佢就要同我讲数。嗯，你到而家都唔肯讲啊？我哋就要赢到要佢讲数为止。其实我相信好多人都系知道佢自己做紧乜嘢。即我的估计有些老点人出来那班人他们知道，但是不要当他们是傻咯，即是变成扭先开啊，他们是吧？是的。其实我这样想，即原来为了他们政治利益，他们的理想是可以放弃，究竟他的理想是了人民好，还是好像哲古华拉那样追逐一生，他口讲的是为人民好，但是他不知道自己的不斷革命行為是令到當地人很慘啊嘛！成日喺呢個殺佛當中啊，即係呢個戰爭當中，令到當地人很慘，而逼當地人都要交佢出嚟咯嚇、啊。最後尾就俾美國人嚇、啊、叫做搞掂咗啦，係咪？係。但係講翻起啊，嗰一萬啦，有啲人仲大貪喎，就話咧佢哋。
有一个区议员就献计，话大家攞到一万出嚟咧，就一齐成立一个反共基金。嗱，我哋香港有200万非建制派支持者，每人攞翻100万出嚟，我哋咪有200亿咯。一万蚊，每人攞10000蚊出嚟，咪系咯，200万人。咁即使唔需要一万咧，有5000蚊，我哋都有我都有100亿啊。俾佢哋啊嘛，每人3000蚊，话三分一。都有幾千萬噃，我哋用呢個基金咪可以推翻政府咯。咁簡單，哇！真係摧毀之前咩？摧毀之前就係咯，先俾我管理，我會幫你好合理咁運用。係啊，邊個咧就唔知啦。啊，個合理兩個字咧就管理咧。係啊，你俾我入嚟，我解釋嘅喎。係啊，入嚟我個基金，我就幫你儲起佢，收息。钱滚钱，将来我哋就独立噶啦。建国基金嚟噶，咩国？喂，佢冇讲错喎。佢冇，喂，佢真系冇讲错，佢财政独立啊，系佢独立啊嘛。佢独立啊，佢。即系佢而家，唉，我明明系一个独 L 宅男啊，我而家独立啦，终于可以有钱自己使，系嘛？仲有排使。洗几都洗唔完，咁都好嘅吓，对佢嚟讲，起码啲钱掠晒啊，咁啊冇人再肯搞事啦。系，咁啊，其实我觉得又嗰啲人又唔会傻得咁交关嘅，真心嚟讲系嘛。香港人一到讲到钱就好敏感噶啦，吓咪就系咯吓，边个唔使用钱噶？你攞晒啲钱。啊！我仲点去旅行啊？系咪先？点去佢哋所谓嘅家乡系嘛？咪咯。喂，但系咁样喎、啊，而家喂，寻晚好似又有嘢搞喎、啊，系咪家阵？听闻唔系听闻，我有睇到。系啊，大家都睇到啊。琴即系其实政府讲翻，政府而家咁样软硬兼施，琴日又捉咗啲坏人啦、啊。嗰三吓，嗰四分一 ，Who is next 啊？吓、啊，四大寇之首咁已经捉咗啊！我都费鬼事提佢个名，整污糟。系讲臭自己吧，冇错。吓、啊，咁四大救之首，大家都知啊。咁样啊，唔系喎，四大救系形容孙中山嘅，唔得喎，四大贼啦。啊，咁啊，四人帮系系唔系应该四大奸，因为佢哋系汉奸。系啊，四大奸。咁啊，依四大奸之首啊，俾人即系其实未咩嘅，不过攞咗佢嘅电话啦，入咗屋手啦，希望就有啲嘢发生。咁啊，我相信咧，啲人听到咧就嗰班咁嘅黑仔吓、啊，听到于是就要回击啊。开头佢哋就我谂住佢哋个个都唔敢出嚟噶嘛，喺依一个叫做喺网上搞下就算啦吓。咁、啊、原来唔系，仲要出嚟搞，咁喺旺角度搞，咁啊结果又放埋催你弹又成啦吓，就整咗镬金，咁啊捉咗几个僆仔嘅。系。咁啊，但系弊啦，琴日发生咗件事。咩事咧？有一个僆仔俾人捉咗，但系叫即系佢冇叫啊，总之捉完之后就走咗入咗差馆，等佢翻出嚟，突然有人走出嚟，你个二五仔，你系个黑警，当佢便衣。琴日真系有个便衣探员落单嘅，就俾人打镬金嘅。他結果拔槍鳴了三槍，即是希望我看到他披血的了，隻手好像被人打傷了，流血的，希望這位阿 Sir 沒事，但是那個，但是那位，有人兄呢，有一個在Telegram，生到很亂口的，那個哥仔，是吧？喂，是，那些人就說，收到多位手足報料，话喺片段内指喺旺角警署职员通道离开嘅便衣其实系手足，千祈唔好再玩捉鬼啦！大家嗰条友唔系鬼嚟噶，佢系真系货真价实噶，咁样讲。唔系最搞笑样嘢啊！你知唔知我睇嗰条片最搞笑嘅话，即系佢系自己仲露埋佢样之后啊，之后佢话咁后生吓做乜乜？结果原来真系自己人，点笑死？之后最后尾系澄清咗啊，唔系嚟噶，佢真系好听闻嗰位啊后生哥仔都系俾自己人搞咗王，笑死真系打咗王啊嘛啊咁啊，真系不幸啦吓，不幸系佢哋不幸呢位
呢位友仔不幸啦，但系其对对整个市局嚟睇啊，我觉得即系佢哋都系开始内讧啊，咁其实都系幸运嘅事嚟噶，我认为啊，唔得你班友唔好再出嚟啦，好烦，好鬼烦啊！唔系当时即系嗰条片，我初初以为系真，即、就、系、是、以为系真系啊，啲公职人员，但系我谂哇咁乱口嘅，而家原来即系睇上去系啱啱够称嘅啫，我心谂系啊，哇年轻化即系都可。系啊，亦都可以见到而家佢哋嘅兵系冇晒，佢剩翻呢啲乱口兵，呢班人，同埋最搞笑，佢哋话喺警署出嚟就系咩嘛？咁其实好多嗰啲个保，即系好花嗰啲大佬级人物都系成日喺差馆出嚟嘅，唔通佢哋都系吓、啊、出出入入嘅啦？佢哋都成日好多人系咪？佢哋都系便衣。可能的即是你跟了个便衣做大佬啊，即是你看住啦。所以其实他们这样是很搞笑的，即是因为心虚啦，没办法啦，即是这些即是用这个闽南话的做派大字，是吧，即是做坏事没办法，害怕心虚啦。明知自己即系唔好做坏事啦，起码就算你系即系我劝你哋班人啊网友啦，你唔好再做坏事啦，你冇意思嘅，咁样系对个社会搞搞震咁、累又累到人，即系唔系累到人，即系唔好即系有我最不满系一班咧所谓和理非啦，成日就系不停咁宣扬呢啲咁无谓嘅嘢，自己又唔冲去冲啊，累到啲小朋友咁。走去搞事又犯事，喂，你是累人哋啲小朋友嗰、那个先衰啊嘛！即系好似个工会嗰啲咩？哎呀，即系咩嘛？我都讲过，哇，佢你去啦，你去啦，就同老细讲，老细唔使担心噶，我一定会坚守我自己嘅呢个职责噶。喂，唔系家产，其实呢啲人咪正咯，即系制造啲馒头出嚟，自己食咗之后咪可以上位咯，系嘛？写 report 啦，梗系啦。佢又同嗰班友讲话，我一定会睇住你啊，你哋放心啊，嗰啲咁嘅衰嘢咯。唔系，佢睇住意思系，今次仲正啊，搜集到证据，仲踩唔到佢哋上位，系嘛？踏脚石啊，啱啦，呢啲人系咯，系踩住人上。其实做呢啲咁嘅最。呢啲咪叫咩啦？傻仔咪咁样啊，冇办法啦吓，傻仔，这个世界是很多的啊，只可以咁讲。傻仔是有代价，要付出代价，咁代价有时可以系好沉重嘅。即系唔肯定嘅嘢就自己唔好冲出嚟啦，就唔好就冷静啲。即系我都系喺度继续劝啲网友啊，譬如有啲暴力倾向嘅网友啊，你冷静啲。系啊，谂清楚系咪？唔系老实讲，即系都系讲，其实人都少嘅，都系比以前少得太多太多。但系就越嚟越癫啦，即系我哋都讲过，其实而家就系最黑 core 嗰班嘢咯，啊最黑 core 嗰班，但系黑 core 嗰班就要小心啲啊，更加要好好处理吓、啊，即系就系严正啲咁啊。不过都要时间嘅，老实讲呢班人啊，因为其实佢哋嗰啲。嗰啲咩群組嗰啲，其實而家都係好小心噶嘛，所以嚇好小心噶佢哋係啊，所以就冇辦法啦，只可以一步一步咁做啦。咁我睇到而家就係、是、即係希望嚇差唔多收噶啦。其實我覺得即係睇下，我都覺得係。但係佢哋話因為呢位黎半子先至咩喎，都唔出奇嘅。黎半子嚇有財有勢係嘛？咁今日我睇到喎，即係有一個議員就話：哎呀，佢好慘啊，請發聲，黎半子發聲，但係貌似冇咩人理佢，因為美國忙緊好多大鑊嘢忙緊啊。不過係咁先啦，咁有人開咗聲嘅，不過我哋下次再講啦。好啦，多謝下先，拜拜，拜拜，大家。